就在您眼前的就是角岛。要讲下关市的美景的话，角岛是一定不能错过的。本州和角岛中间的桥梁叫角岛大桥，长达1780米，在不需要支付通行费的桥梁当中是最长的桥梁之一。因为这个美景，所以屡次被选为广告或电影的外景拍摄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曾经在脸书上发布的“死前必去世界绝景”排行榜上，受到56万个粉丝的支持，竟然排上了第三名。架在碧绿海洋上的角岛大桥和蔚蓝天空的景色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开车或骑摩托车来兜风也好，骑自行车来悠闲自在的享受风景也好，都会是很惬意的体验。桥梁左边的海洋被叫做海士濑。您看到潮流的分界线了吗？就像海上画一条直线似的。这是因为日本海和响滩这两个不同的潮流交汇碰撞而成的。大潮期间，两个潮流甚至会有近1米的落差。如果本指南对您有用，请赞一下，谢谢。祝您旅途愉快。